这些百度上都能回答你的东西，你还要问我一个个问，我这不得问烦了，是不是？办卡能体验，一张办卡体验啊，一张办卡领取体验，就只要一张办卡，我只要一个人头，我这个粉丝团已经1700个粉丝团的人数，再来300个，我就超过2000粉丝团，好吧？怎么收？你办张卡，然后联系房管领取我们的体验。才播了几个小时，才播了6个小时而已对，你说的很好，被逼疯了。这不能复制，你还问我，我为什么事儿呢？谢谢我要1478的办卡，一四七八哥的办卡，一四七八哥有什么想法吗？要不要加主播私人微信？有没有想加的微信的想法？一个粉就可以加微信了。我操！突然冒出了公爵说太顶了，背包吗？谢谢666送的办卡，你办一张卡找我们房管领取体验，一张办卡有体验，一张办卡有体验。我最近心情不太好，就来大姨妈了。机器人不是背包，好累，好累。你也醒了，是吗？体验啥？体验你享受不到，直播间享受不到的，对。谢谢广关同学。你们看巧啊！我不想，我你这，你这你这，我粉丝牌也不带看巧，你这，你刷飞机，你这，你也醒了，欢迎我林烈哥。你醒了，我他妈还没下播呢，我完成三星任务再上。谢谢送过办卡的哥哥联系我们房管领取了，联系我们房管领取了。脚有什么好看的？就只有鞋子，还看脚呢？我这个。柳丁，我他妈扣还要扣好几遍，你让我再解开给你看解，不可能，就有点丑，有点丑。这个光腿穿这个鞋会好看一点。超货，哥，你先刷一个飞机，你再问超货行不行？你屁着这路还不会走，你这要跑了，你这要。体验的一个办卡体验，你在别的直播间一张办卡是没有的，屁都没有的。你在我这
一张办卡，还有，对吧？还有体验呢。一张半还有体验，一张半还有体验。哥，你这小妲己，你看看来你看小妲己看多了，那你没少看过小妲己。你别说，嗯。你别说那个什么，挺好玩的啊。主播发过什么二次元土特产吗？我没有土特产，你们想了解什么？一张办卡有体验，我就只能这么说，只有一张办卡体验，六块钱的办卡，你到哪儿啊？你去别的直播间六块钱屁都没有，是吧？你在我这还能领取一个体验，还想了解什么？找到了，下载太慢了。我记得你是开个会员。我天天想呆妹，天天想呆妹，是不是天天想呆妹？对，联系房管彩票罗志祥就行了，领取我们的体验，一张办卡的体验。你去哪儿啊都没有，你去别的直播间问人啊，主播你有体验吗？人家没有，肯定就是一个飞机起步，对吧？那我这一张办卡就有体验了，我主要是冲这个两千的粉丝超团，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直播间，对吧？这是我直播间，对吧？我直播间这个粉丝团这边有一个17440，我直播前这个数字只有1440啊，我现在这个数字想破2000，这个人数越多，我直播间越火，人越多，知道吧？一张办卡办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你们办一张卡，这边就增加一位数。
是不是？你们办一张卡，这边就加啊，就加一，是本周打卡21。人越多越好，人越多越好，有排面。谢谢办卡星星。对，知道粉丝团重要性吧？是的呀，办过卡的找房管伞兵号领取我们的体验。你在别的直播间一张办卡屁都没有，在我这有体验，好几个 G 的。谢谢夜黑青山的书生送的飞机，谢谢发箍好看，哎呀，鲱鱼罐头也来啦，谢谢飞娇，联系一下我们伞兵和罗志祥，谢谢老哥的飞机，我们这飞机是加微信的，哦对，还有飞机还加微信，你看多好，这他妈飞机加微信哪那么好的事情啊，这么漂亮的美少女，只要一个飞机加微信多好。你去隔壁妈二十七八30几岁老女人叫你加微信，还有一个火箭加，你这加我一个20出头小姑娘一飞一加不香吗？不香吗？非要加那些没头没脸的，你就是图啥？图啥？那么图啥？图他没有脸是吗？图他就平胸是吧？我这么一。漂亮脸蛋子，虽然是没有美颜，这么一低罩杯的女孩子，这么1米7长腿，坐在你面前，一飞机加你加你他妈死也不加，这不那什么嘛？连线房管伞兵和罗志祥，而且一张办卡有体验多好呀，多好呀！你去哪儿？你到哪儿体验呀？那会所都不敢这么弄，会所都不敢这么体验，行不行？在我这一张办卡体验杠杠的，让你耳朵也体验体验。加了有什么？加了谈恋爱呀，你主动我们就有故事啊，是不是？你主动了我们就有故事，多好！谢谢办卡，谢谢啊。你要不懂什么，去微博上逛一圈，对吧？又有脸，又有身材，脸和脸蛋和身材你又看得见。你要不用说猜了，猜主播这长啥样啊？这脸长啥样呀、啊？你也不用好奇了，对吧？都不用好奇，一张办卡，体验一个飞机加好友加微信就这样。我就适合带货，没错，我就要带货。哪天我走了，我就去带货了。谢谢办卡先生，瞬间起飞。怎么体验呀？这不简单吗？赶紧的，体验走起来。只要一张办卡就能体验，你在别的直播间一张办卡有啥？屁都没有，是不是？那你去颜值区一个飞机有什么？是不是？你都奉献给主播了？他让你在网上刷，我这没有套路，我这没有套路。你一个办卡一个飞机就行，我这做粉丝团任务呢，我这要做两千个人头，做满2000个人头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我做满2000个人头，是吧？我这做满2000个人头。怎么还没2000？一般来说快了吧，这个2000。这还有超粉团、超级粉丝团这边，火箭已经有了，对吧？这有一个收到办卡或者是同等价位的礼物。哎呦，我天呐，我这。
全部吧，全凭这边，这边这个收到办卡或同等价格礼物不含有价值道具36个，这有个循环任务，我现在是第四名765，我就死磕这个体验活动吧，就死磕这个。你看到了就对吧，一张卡就行了，一张办卡就行了，领个体验美滋滋。这个录音笔，这个录音笔是2000，这个是1000块钱一个，不包括声卡。我这边这个设备已经一套弄下来要10000多块钱，我这些设备弄下来要10000多块钱，你直接跟淘宝上搜就行了。谢谢办卡，谢谢哦。就是刷过办卡的宝贝，联系一下我们反馈伞兵和罗志祥，联系一下反馈伞兵和罗志祥，联系他领取我们那个体验，每天体验不一样，每天体验都不一样，大家有条件可以试一试啊。每天来张卡跟什么一样，是不是？跟他妈开盲盒一样，又不贵，一张办卡支持一下主播，是不是一点都不贵，特别好。2块钱2块钱，感动哭了。我真的2块钱2块钱赚，我这个电脑也要10000多，然后这个房子就不包括这个房子，这两个灯，还有这个电费，还有这个空调，还有这那，还有我这个衣服，哎呦我天，我都不说了，投入成本太多了。谢谢送的办卡，谢谢，联系伞兵和罗志祥。联系他就可以了。这边一个两个，这边一两个，有两个大灯，这边两个大灯。理你了，宝哥，已经发你了，你看看。本来就是要做带货主播的，至于为什么加微信，那是因为可能我那什么对吧。你们有没有在街上看到过那种就是小哥哥小姐姐扫个码吧，扫个码加下我的好友，我送你一个小玩具吧，就这样的，有没有见过这种人，对吧？地铁上街上是不是有见过这种人，那种就是微商，那种就是微商。还什么递你小卡片呢，你扫个码的送你一个小玩具啊，发箍啦，那个发光的东西，那就是微商。那主播不一样，我在这儿我让你们加，对吧，就有了你们的好友。那万一哪天我要是不做直播了，我做微商，我是不是哎，这不就来了吗，对吧，这不就来了吗。当然我微信会更新点东西，不可能说就让你们就看我发广告，我不会说经常发广告，频率也不会很多。我也在想做什么广告，做什么东西比较好一些，适合我那些客户。我他妈全粉丝全是男的，全是男人。谢谢办卡，谢谢，一张办卡有体验，大家可以体验一体验，体验过后啊，
你觉得好，可以刷个飞机加我的微信。现在是一个飞机加微信啊。驿站麦还有体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加上我那个罗志祥领取我们体验，这么良心，吃亏不吃亏，真不吃亏。谢谢送的礼物，谢谢，嗯。你一定要联系怎么样罗志祥，嗯，联系我才能把东西翻你。大理湾怎么样？体验哦，一张半还要体验哦。女人的消费力，哎呀，对吧？你们要万一以后找女朋友了，我再卖点情侣装什么的，卖点口红什么的，你们不就来了吗？都不用去淘宝上拿货，从我这拿就行了，全套。那个舅姐，你直接就联系她就行了。你说你刷了。对吧，你把你的粉丝牌亮在直播间亮亮，一般只有刷了粉丝牌哦才有，一般刷了办卡才有粉丝牌，一般有粉丝牌都是刷了起码6块钱以上才有的。系统提示都来了，不要管。我看我自己都有系统提示，有风险，对吧？你们又不要，没让你们刷多少多少，你们是一张办卡就行了，是吧？我你女朋友多小，我又多老，你肯定能找个00后，你能找个05后。一定要上，这我发出声音。罗德·艾纳维克是哪款？都是两千。什么玩意儿？大家有余额的可以帮我上一下，做这个 PK 任务，一张麦卡就能给我，对吧？上上分，这个 PK 任务赢的话，还有一个热度的奖励。有个1-2万的热度奖励。还有没有要体验的？一张麦卡就有体验了，一张麦卡体验了。对吧，做一个任务，做一个粉丝团，超级粉丝团的任务，超级超粉团就是一直要这个体验的，就是要一直要这个办卡。说错了。录音笔的话是1500到1700，我买的这个是2000的。
下麻将盘，这是我刷的麻将盘送的五张班卡，谢谢。下载的好慢，你看你是不是，你是哪个地区的？是香港吗？是港台地区的吗？你要港台地区的话就有点慢，你要应该不慢呀，对吧？你试一下用流量，不用 WiFi 呢。体验哦，有条件可以参与一下，只要6块钱的体验，只要6块钱啊，6块钱你买不到吃亏，6块钱你买不到上当啊，6块钱，现在是直播啊，直播，我都不知道我人在哪儿。你就试下牌子，好的哥。领取我们的体验，一张班卡领取我们的体验了，只要一张班卡就可以领取我们的体验了。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日榜哈，日榜是没有低于一架飞机的，周榜是没有，对，周榜基本上都是前几榜都是火箭，所以你们刷一个飞机什么的，飞机火箭都不会亏的。欢迎小哥进直播间，还有没有要体验的？一张办卡体验，谢谢啊，这是送的礼物，谢谢。一张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体验了，我们这个体验活动只要一张办卡6块钱，对吧？你到哪边6块钱，对吧？你去哪边6块钱都没有，就在我直播间就有一张办卡，你就能领取体验了。对，是的，网盘啊，网盘，百度网盘。那个办过卡的哥哥联系我们的房管伞明后领取我们的体验，传送票给你看呀，肯定给你看呀，我给谁看啊？我给鬼看啊？阴兵，给阴兵看，是是，宝贝，你刷一张办卡就可以了，不用你刷多少多少钱，你刷一张办卡就可以体验。一张办卡领取我们体验，我主要是做那个超粉团任务，超粉团超级粉丝团一个任务，就是循环任务，办卡要循环任务。找伞兵一号罗志祥。找我们的房管伞兵一号罗志祥，找他就行了。谢谢送的班卡，谢谢。只要一张班卡就可以了。阴兵到位，要不要这样？谢谢了，谢谢班卡，谢谢。还是时间管理者呢？对呀，感谢宝贝的办卡，
一张班卡可以请我们体验啊，体验什么？你就好奇。嗯，你不用好奇，16块钱就让你不好奇了。你觉得好，你可以再送一个飞机，一个飞机可以加主播私人微信。不好下载，在外面没有微信号，不能吧？那个做个俗，哥哥你联系一下伞兵和罗志祥，联系一下伞兵和罗志祥就可以了。对，你保存到网盘可以的，保存到网盘自己再下载。我让你联系一下伞兵和罗志祥，嗯，就行了。对，然后给你个链接，你自行下载，非常的简单，非常快。因为我要做任务，我只要做那个办卡的任务。还有没有个体验呢？一张办卡就可以体验了。如果你觉得好，你可以再送一个飞机，送一个飞机一日体验。谢谢办卡先生。你在别的直播间一张办卡屁都没有，但你在我这能领进去体验多好，是不是挺好的？多好呀！对，我现在用嘴巴跟你助眠。天哪，这是我呀？是我不是我？那是阴兵是鬼吗？对不对？那是我呀。是我呀，小哥哥，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。你下载，你看，好多人都抱怨说：“哎呀，主播你这给的太大了呀，能不能给少一点啊？”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都不敢给少点，给少了多尴尬呀。就你们尽量能电脑的就用电脑，安卓手机就用安卓手机啊。对，你们。工作的话，应该会配置一个安卓手机，方便下载。这个是那个下载个 app 比较方便点，你下载到手机里头就可以了。这也不用我教你了吧？然后在手机头解下，你别在网盘里解下，它是会和谐的，这个东西会和谐的，这种东西你得学一学，对吧？上网都得学一学新知识。一张班卡就有那个体验了。看这个，不会呀，宝贝，飞机有啊，宝贝，飞机可以加主播私人微信，还有主播私人微信，要不要这么有意思？刚好看到心疼哥哥的这个章节，对，班卡给啥？舔耳啊，那个啄木鸟啊，不是啄木鸟，是怼麦呀、加舌头加特林啊。果冻啦，精油按摩啦，这些直播间就不能整的花活，我都给你们弄好了。就是这些活花活在直播间整不了，什么深度的那种吮吸啊这个词，哎呀，就不能说太多，说太多直播间就没了。对，一张办卡就给你让你带走，我薄利多销，我真的，我这个。我这个是做任务，做超粉团的任务。你可以看我这个
粉丝团现在基本上有500，有1000个人刷体验了，1000个人做这个任务的话，就是有一千个6块钱办卡。谢谢办卡的哥哥联系下伞兵和我就想，你要看我这个粉丝团任务，粉团是1766，176，刚才是1740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捕捉，这个美颜是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你们看一下，这是，对吧？这个是我那个总榜，哦，这个粉丝团。看到了吧？1766啊，1766，我这个目标是2000人，这个目标是2000人啊。现在就一张办卡体验，一张办卡体验，你到别的直播间一张办卡屁都没有，人鸟都不鸟。你在我这儿，你联系下房管，OK，马上给你安排。对，一张办卡，我要做这个任务。现在本周亲密排行第49位，看到吗？这个打卡就是可以让你这个主播直播间往上排名，往上让人越多就越好，知道吧？对，一张门槛就可以了。是的，联系一下我们房管伞兵一号罗志祥，联系这个 B 就行了。谢谢班卡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？你只要有网就行。一个网，一个提取码，一个手机，一个解压密码，你懂吗？再来一副耳机更好。对，太对了。如果漏发的没发到你的宝贝，你再重新戳一戳啊，戳一戳。多滴滴他，多滴滴他，对，谢谢，谢谢宝贝儿你的办卡，谢谢，一张办卡，你去哪儿办呢？你去哪儿办卡都没有，你走哪儿都没有这种活动。如果你觉得好，可以一个飞机加主播私微信，对吧？就主播这质量，起码得一个火箭吧。现在只要一个飞机就可以加我的微信，而且还有比那个。体验更好的东西，好一百倍。谢谢办卡，谢谢办卡的宝贝，联系我们房管伞兵和罗志祥。对，戳一戳，都联系伞兵和罗志祥。这多好，多好！你到别的直播间，你这屁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我这又有头又有脸，你在别的直播间头都没有，跟你这那扯，哥哥你送一个，那也不知道他送的他给你的是谁的，是不是？谢谢我礼物，谢谢你们联系一下伞兵和罗志祥，联系一下伞兵和罗志祥。谢谢宝贝的办卡，谢谢哦，感谢办卡，感谢哦，
直接找房管就可以了。你知道直接找房管就谢谢我尾号那个送的礼物，谢谢我。嗯，天下房管彩民，我只想。我给你们来个跳跳糖，沙漠风暴，给你们试听一下沙漠风暴行吗？你可能不知道沙漠风暴是什么。就吃几包，就可以体验了，宝贝，一张办卡就可以领取我们的体验了。
是直播间放不了的东西呢？对吧？我这整的花活，把这个那这的，肯定不能放在直播间里头的。我直播间说的话就不行，就会被警告，就是会被封，知道吗？懂的都懂的，嗯。谢谢半卡，半个卡的哥哥联系三米奥罗之墙，联系三米奥罗之墙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这个对吧？送完的联系我们房管，三米奥罗之墙，联系我们房管，三米奥罗之墙。整的花活，这会儿说什么芦荟胶啦、精油按摩啦，是吧？沙漠风暴了，那个舌头加和林弹舌了、啄木鸟了，什么吸水的什么声音都不能在直播间放，都不能放，直播间禁止做的声音啊，都在体验里头。我能跟你说的就这么多了，想送的都送。你看那么多年斗鱼了，你说的有什么？是吧？不要再问了。再问我怀疑你在挑逗主播，在他妈逗主播玩儿，逗你玩儿，知道吧？你这明知故问有什么，还问这问那的，是不是？那肯定都是，那你看有几千个人，已经有几千个人在我直播间办过卡了，现在是1800个人，1800个粉丝总人数1800，有起码1200个人在我直播间刷过这种体验的，你们自己看，数据都在那里面，你们可以看一下粉丝团，1800，是不是？1800，刚才是49，本周亲密度排名49，现在是47，起码有1000多个人给我刷过办卡，这些数据怎么来？都是办卡体验提出来的，真的数据不会骗人。1000多个人在这办卡了，都放放心心的，你这怕什么？啊，直接办卡就行，是不是？下载好。办卡了以后，联系我们房管领取啊，宝贝。联系我们的房管三米号领取。你就放心，1000多个人在我这直播间办过卡了，体验过了。你这怕啥？你怕主播骗你这6块钱？不不不，我这是要做任务，真要做任务。以前都是宣传一个飞机，现在就一张办卡的，我骗你忽悠你这办卡干什么？谢谢我龙龙。办过卡的宝贝联系这个房管三米奥罗之墙。我真在做任务，这个任务它有个循环的任务，这个超级粉丝卡有循环任务，我现在是第4名。是不是？这个收到办卡或者等价礼物不含价值36，现在是32个。那完成了多少个循环任务？我这个是排名二次元区，我排名第4位。你想想，都是办卡办出来的。这边粉丝团是1800个粉丝团，本周打卡这个就不算，1800个人，我的天，太狠了。都是办卡办出来的，谢谢办卡，联系一下粉迷和罗志祥，真在做这个任务。办卡体验，你觉得好，你也可以送一个飞机，是不是？
加主播的粉丝微信。链接失效，你就是怎么说呢？你联系一下伞兵一号，让他给你重新再发一个链接，对，没事的。失效了，可以让他再给你发链接，没完全没事。同上，你等一下，你多滴滴他就行了，多滴滴他。对对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一张办卡就行了，一张办卡领取我们的体验。看一下，谢谢班卡，谢谢班卡，班卡的宝贝儿，连一下闪灭了就行，连一下闪灭了就行。一张班卡，只要你一张班卡，我得完成这个任务。现在1800多个人，我的天，我马上破2000了，马粉丝团破2000人，太牛了，你太给力了，知道你太给力了。我这个三星任务还差30架飞机要死了，我说你让我死吧，还差30架飞机要死了。我是直播宝贝，我是直播。
妈，这猫又死了。等一下，我把这猫弄一下。我说了不用 VIP， 不用开通 VIP 也可以直接用的，你直接下载就行了。你不用开通 VIP 啊，你在网盘以外啊，你在网盘以外解压，你不要在网盘内解压就行了。你不是说一定要你在网盘以内解压，对不对？你在网盘外解压也是可以的。苹果你需要下载一个专门的解压软件，安卓的话你直接用 QQ 浏览器解压就可以了。苹果用户你要专门下一个解压的软件，你自己去 APP 商城里头你搜一下专门解压的软件就可以了。这厨子怎么有点歪呀，蒂芙尼厨子有点歪。稍等一下，我出去一趟，他也不在。回复你了呀，宝！回复你了呀，宝贝！体验什么类型的东西行吗？直接就给你的，不会说像别的主播那样，屁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该给的都给了，你刷的越多，给的越多，你要觉得好，你再可以送一个飞机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这种送飞机人也少。刷过班卡的联系彩票吗？是想。办过卡的哥哥联系下彩蜜和罗志祥，联系彩蜜和罗志祥，我们领取一个体验啊，领取一下体验，不贵，一点都不贵，一张办卡对吧，就能领取体验了。
不是连下三遍，我是想。办卡的都联系一下怎么样？我只想卷心菜2429也联系一下哦。你用苹果用户，你专门下载个7V 解压；安卓你用那个 QQ 浏览器解压。你再问我怎么解压，我要收费的。这些东西你们平时不下一些工作文件解压的吗？是不是？这还要问我呀？问我要收费的啊？我这还三件任务没完成。你再不行，你用一个，用一个安卓手机解压。我一般都只用安卓手机解压，安卓手机比较方便一些。谢谢尾号8169的飞机，感谢我哥哥尾号8169的飞机。哎呀，谢谢我大哥，谢谢我 W43238169的飞机，谢谢。谢谢老板的飞，谢谢了，帅哥的飞机哥联系伞兵和罗志祥。连接一下伞兵和罗志祥，我都说了，你下载一个解压软件，7V 解压软件。下载一个 VIP。啊，解压软件，你就搜索一个 VIP 解压软件，你就可以了。你去商城，你能下载一个解压软件，这百度上都能百度得到的。对，你在苹果商城搜索文件夹后面的后缀名，就可以出现相关的 APP， 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解压的问题，知道吧？我就不重复了，重复赘述的话，别人都说我像念经了。你再问你要收费了啊！你们再问我真要收费了，这个那怎么解啊？这百度，真的百度。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划算，非常的合适。一张办卡就可以体验了，怎么路过不要错过。
然后最后十分钟帮我守守塔。哎呀，最后十分钟帮我守守塔呗。你们还没有办卡帮我守守塔这个小时榜，这个小时榜前三能不能帮我守一下？有没有小哥哥帮我守守塔呀？一张办卡要体验，帮我守一下小时榜前三。还有活的吗？帮我守守塔。有没有活的了？还有没有活的了？还有没有活的了？办办卡呀，帮我收收塔，谢谢。谢谢笨卡，笨卡的宝贝联系伞兵，我只想。谢谢笨卡，谢谢，帮我收收他，帮我收收他。谢谢送的办卡，一张办卡领取体验，帮我搜搜塔，帮我搜搜塔吧。小哥哥帮我守一下塔，一张办卡帮我守一下塔，领取那个奖，领取那个体验的，帮我守一下塔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怎么小时榜前三怎么守啊？小时榜前三的，帮我搜搜吧，小时榜前三，我快不行了，我这个小时榜前三，万一有人偷塔怎么办呢？你们还有办卡吗？还有活的吗？还有活的吗？还有活的吗？对，一张办卡体验，求求了。荧光棒也行啊，帮我上一上分吧。哎呀，你看在我这播了8个小时份上，你就帮我守守塔吧，
7小时44分钟被揍，连不上我就要死了。你们还有活的吗？活的能不能扣个一呀、啊？还有活人吗？还有活人吗？还有活的吗？能不能刷刷？哎呀，我这都又被抢了，小翅膀又被抢了。你们真的没有人了吗？帮我抢，守一下小翅膀前三，帮我抢抢。哎呀妈！就把我抢的，我都播不下去了。我这是直播，天哪，我太难了。新兽兽生虎兽威方哥，你不能帮我上上吗？求求你帮我上上分吧，我就想抢个小翅膀前三。膝盖都是，哎呀，我这抢小翅膀前三呐、啊！哎呦我的天，哎呀，都没人了，我这都就两分钟了，还有没有人上个火箭帮我抢一下的？有没有小哥上个火箭帮我抢一下小翅膀的？我之前都是小翅膀前三的，有小翅膀前三有推荐位呀，可以多播一播的。我天，你们问一下就走了，等级那么高，不办张卡再走吗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我这又，呀，我又被抢了。我都跌到小翅膀前五啦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我难受死！有没有火箭呀？都没有吗？你们体验那么多，不觉得想刷个火箭的吗？你们体验那么多，没有说想上火箭的吗？想上飞机的吗？哎呦我急死了！我急死了！我急死了！我急死我急死我急死了，都他妈把我小翅膀给抢了。哎呦我天哪，我死宣传活宣传，你们就是没一个人刷飞机刷火箭的，我他妈的不播了，我不播了，播不下去了哟，心累。就想要一个飞机火箭，咋这么难呢？我大概是这一小时就没收到过飞机火箭，全是办卡。哎呦，全是办卡，还没顶过人，都是自家大哥，心态炸了哟。什么照样下载不了啊？那你地区是不是港澳台，不是大陆的呀？刷过班卡的，联系彩民号罗志祥。哎呀，难受！我的小翅膀，怎么一个人一个大哥都没有帮我抢一个小翅膀呢？太难了，有些东西想要就得不到，不想要非要有人得到。哎呀，太难了，太难！我小翅膀又没了，小翅膀又没了。我哭了，折腾！哎呀，你只要是中国大陆都能下载，你要是下载不了，你联系伞兵好之前，让他重新再发你一份，好吧？你不要在直播间带节奏，说这那下载不了，那看不了的。我都给你发了，就能看那么多，1000多个人都能看，知道吗？
体验个啥？大哥，你都看直播都看到四十几集了，你说有啥？你说有啥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就不该跟你们宣传这那的，礼物都太少了。本来想着让你们增加点消费力的，结果你们消费力更低了。你们消费力更低了，哎，很好抢的小时吧？理你啦！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宝贝，看一下，已经翻你了。我整个活呢，屁礼物都没有，我整个屁啊！想让你们抢个小时榜都没人，我生气了。我生气了，最后让你们小时候充一下，对吧？刷个办卡了，屁人都没有，睡着了，睡着了。他妈900多个贵宾全是僵尸，我天呐，我又没买僵尸，我没买阴兵，怎么那么多阴兵啊？让你们办张卡都这么难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还有没有办卡体验呢？看微信，哪个？什么事啊？白嫖不合法。你有加我的微信吗？阴兵街道，哎呦，我服了哟！还有兔牙膏，什么鬼？你们真能想！为什么手在滋滋动？笑死我了！没有啊，没有。哎呦，我天呐，秀，我要放你就别在我直播间待着吧。我跟你回答，有这有那的，你也不刷。一张班卡上的，哎呀，
看来等级越高的大哥越不会刷，我可不祈求那些大哥会刷了。你不刷还搁这问这问那的。正在难过，我连无头主播我都打不过，我连无头主播都打不过，我这真是失去了有头主播的尊严，知道吧？连无头主播都打不过，他妈的，这是什么世道呀？你又不继续刷礼物，你刷个飞机还给你录一个，天哪！你去给你你看，你看看，你看，你去给别的主播刷。我把这个这么好的赚钱机会让给别的主播，谢谢。我真不行，你看你看哪个漂亮小姐姐给你刷个飞机，让她给你录个涂牙膏视频。是不是？你去找别的主播吧，我不合适，我不行，我有口臭。嗯，办卡帖，你看那么多年斗鱼，你说办卡有什么东西啊？是吧？你还问，想刷就刷一个，我这1000多个人在这刷过办卡的，是吧？你放心，不会骗你一个办卡的。你要不送，你别没粉丝牌，对吧？你就换个直播间，天天问这问那的。谢谢小帅的办卡，谢谢。对你联系下伞兵和罗志祥，你刷够了联系伞兵和罗志祥，联系他就行了。对，联系下伞兵和罗志祥就可以了。我操，他妈的屈辱啊！死喊活喊都没人帮我上分。刷过办卡的，领取我们的体验。讲道理，你们去别的直播间办卡有个屁的体验，屁都没有，是吧？你在我这直播间刷个办卡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哎呦喂，你这42级的，你干嘛呀你？
你来干什么？都晚了，上个小时榜都没了。我喊那些妈这些皮麻的跟什么一样，我操，气的我都气哭我了。我喊了整整10分钟，有没有人帮我上分？没有，知道吗？31连胜，那这个点都没什么人，一个飞机就能，就是能上分的。我的天，我都来不及自个儿给自己冲了，真的，我都自己都来不及给自己冲了。罗志祥的号也不在我这儿，罗志祥的号是，对啊，哎，下次我自己冲了，就不反了，我就想我这给罗志祥冲吧。嗯，罗志祥，我看其他的号，我冲一下。还有气的我哟，我的妈！你想这些妈的等级高的人在这白嫖半天，说这那这那问这问那的也不刷，我以为他要刷呢，给他介绍一遍，超管都差点来了。哎，真的气的我都那个什么，知道吧？气的我都那什么了。我要能跟你介绍，我早跟你介绍了，是不是？那肯定是一张单卡，你还要我跟你介绍什么呀？我天哪，我跟你介绍什么呀？我跟你介绍了，你要不给我刷，我是不是有被封的风险？这都一千来个人给我这刷了班卡了，你这那的，问这问那的，你要是想刷班卡，早就刷了；你不想刷，我再怎么介绍你也不会刷的，是不是？我没挡子，我挡着干嘛呀？我就想完成个抢个小时榜，安安稳稳的，对吧？播到个7点钟，今天圆满播满10个小时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还有2个小时，啊，我也不要飞机，你们不是不让你们刷飞机的吧？你们办卡一个劲儿能问。我都给你介绍了，有什么？是不是啊？直播间播不了的东西，还是问这问那的，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。我再说，我直播间就没了。天亮了，有林恋哥，你醒了。哎呦，我他妈喊了半天，摇了几个人都没来，这个点都睡着了，还被那几个无头主播给揍的，气死我了！我他妈有头主播的尊严都没有了。都被无头主播给打败了，知道吗？办过卡的联系彩迷和罗志祥，办过卡联系彩迷和罗志祥，更新啊，在朋友圈里头，朋友圈不有吗？朋友圈有，只不过朋友圈被封了，要到月底以后才解封，懂吗？对啊，封了你就等解封呀。你怎么还要我一个一个安排给你私发呀？我私发过，都他妈把我给删了。还有人女朋友直接找我开骂了，知道吗？难受了，你想，你真是白嫖到家了，你真是白嫖。哎，龙龙辛苦了，龙龙，我这遮的那么严实了，还是我身威呀、啊？龙龙辛苦了，龙龙这么晚还没有还在呀、啊？龙龙这是没睡啊？超管辛苦了。超管辛苦了，龙龙没睡啊，宝贝龙龙，龙宝，哎，我气的呀！早知道我给伞兵冲了，
我给伞兵返钱算了。你给我，对吧？发你了，哥，发你了，已经发你体验了，看看吧。有问题你就微信滴滴啊，有问题就微信滴滴。我也是服了这些人，我也服。还有一个等级特别高的人，哎呀，问这问那的，我就跟他解释一遍，他还这个那这个那的，我都觉得我下次再也不搞这个一般卡的活动了。啊，嫖完2000个人我就走，嫖完2000个我就走。嗯，嫖完2000个人就再也不开启这个一般卡的活动。说实话，我反正都要走了，我在这儿，我跟你们较什么劲啊，是吧？我真的被气死了，就是调戏，纯纯的调戏。你不买东西就他不买东西，他就在那问，这个多少斤啊？那个怎么卖呀、啊？好家伙，给我气的！我一个回答说你赶紧上吧，一张办卡也行，一张办卡偏偏就一张办卡都不办，就是等级那么高的人就是不办卡。有一个好像有个。公爵吧，就夸了句好看，然后就走了，也不办卡，啥屁事也没有，知道吧？哎呦，真的服了，就是那种等级越高的，他就越不会刷，等级越低的，他到时候会刷。有一个三级的小号给我刷了，我挺感动的，三级小号给我刷的挺感动的。你再往后面就没有了，就是故意的，对吧？就是故意的，故意气的。联系伞兵和罗志祥，联系伞兵和罗志祥，会私信吗？会私信吗？我这三星动都没动，我这三星动都没动。你二级直接刷，我都被问烦了。我现在是大姨妈生理期间，很容易有波动。给我气的！就没见过这种人，就没见过这种水友，别让我再遇见，见一个骂一个，气得我肚子疼，我肚子疼一天了。幸好把两星任务完成了，但是我想过个小目标，目标怎么死过活过都过不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今天真的是今天，我就震惊了多少个城镇啊，乡镇结合部。啊，城镇结合部都不会用网盘，不会用解压，你们真的，我求求你们，问这个那的，你百度上都有，你不要这么为难主播，我只是混口饭吃，你要不要这样？真的都是在调戏我，我懒得理。谢谢办卡联系伞兵罗志祥，哎呦，气得我。气得我他妈子宫肌瘤都游出来了，我子宫肌瘤，我他妈的小叶都气得我小叶增生了，天呐，我都这么卑微了，还有这么逗我，
卡游体验，我再说一遍，办卡游体验，我再宣传宣传，我过个任务，别为难我。啊，谢谢红颜 DIY 的办卡，你们要觉得好就送一个飞机，是吧？就算2个小时没一个飞机，我都不会嫌那个，对吧？有个办卡我挺开心的，我增个粉丝团，给我整的，我他妈整的，我他妈子宫肌瘤了，我都这。整的我他妈这小叶增生，我都整出我妇科病都整出来了，我他妈气的我。妈呀，这啥呀？少吃3天早饭，我的天！我一顿外卖都要20块钱。你都不到一杯奶茶钱就能领略不一样的主播了，这不香吗？我他妈骗你们一个办卡，我他妈用得着这样吗？妈的，肚子痛死了！我痛经都给你们痛出来了，妈的，子宫都被你们痛的都痛出来了，没见过你们这样气我的，真的没见过你们气我。谢谢办卡，办卡联系伞兵和罗志祥，我他妈被你们气的我，我他妈的感觉我活不久了。直播真的活不久，气的真的一群孝子，我气的流产，我操，知道吧？就假如我怀孕了，要看到你们这些弹幕能气到被你们气到流产，我现在来大姨妈，我真的气的我他妈的，气不气的都快，妈的，我气的血都快流干了。送了联系伞兵和罗志祥，送了联系伞兵和罗志祥。联系他，我这个公屏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写的这么大，你们还有人不知道？我他妈这个，我说这个斗鱼不可能吧？这斗鱼不可能城镇结合部吧？这有人连网都不会上，你们是？真是城乡结合部，真的叫城乡，城市和乡村结合部啊，是不是？
就是城市跟乡村这过渡的边缘，过渡地带叫城市边缘，那叫城乡结合地，啊，那个地方，你们是不是那地方那旮沓的老铁？就再土点，再土点，你说，哎呦我的天，我真的还要气哦，气得我哟，我他妈大姨妈好痛啊，都要气乐了，家刚冲啊。我能问他弹幕写的这上面就不会不知道，我再也不搞这种活动了，一个个的网盘不会这个不会那个不会的，你加微信总会了吧？那你倒是刷呀，不会，不会，那成你看还有充值都不会，还有充值都不会的。谢谢白嫖不合法送的饭卡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倒是良心发现了，良心发现是？你说我去好老老实实的 PK 多香啊，骗骗大哥的飞机，骗大哥的火箭。啊，骗钓凯子多好，非得做什么飞机主播卖你这那这那的，我卖你一个饭卡，你这给我唧唧歪歪的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我真受不了了！谢谢了，谢谢老师的，谢谢老师的留言。我他妈完成了三星，我要一般这个时候我三星早完成了。就我说，你说我去。去 PK 就去骗一个大哥的礼物多好，我在这做什么飞机主播呀？我都现在都变成办卡主播了。对呀、啊，去颜值区钓个大哥钓凯子不香吗？啊，骗大哥钓着大哥说能约多香啊！啊，要约不约的，最后怎么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真的是受不了，我就都成办卡主播了。我就想完成个三星种，就想你们办卡。我上次个小翅膀，我想抢个小翅膀三星吧，结果屁人都没有。妈的，无头主播给我冲没了，把我家都冲没了。你觉得可以？那不合适。我真不适合。真不适合钓大哥，真的，还骗大哥，还给我刷礼物，没那么多套路，我这一点套路都没有，你一张办卡一个飞就行了。你粉丝牌都掉到四级了，你还跟我说要能不能刷个飞，能不能给你录个？吐牙膏的视频，你这是你这我把这好事让给别的姐妹吧，你去找别的主播吧。粉丝牌四级，你跟我这扯这呢，你可真的是白嫖到家了。对呀，还没下班呢，还没下班呢，还在这骗办卡呢。我说流水太少了。流水怎么那么少？少到我都令人发指了。我连那种无头主播我都打不过。虽然最近的那个流水，最近那个什么挺多的，人数挺多的，有个屁用没有，屁用没有。你说我人憨，你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吧？我这个人叫憨，我这叫憨，你再说一遍。你这朋友没法做了，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憨了。你才憨呢，你全家都憨，没有别主播少，这我真烧不动，我又没那个经验，我又没谈过那么多男人，你让我骚怎么骚，对吧？你喜欢那骚的。你喜欢那骚，你就看那个骚的，你翻个墙，什么不都有了？你看主播是干什么？看这主播干嘛？看怎么斗鱼？
盐城区流水，贵宾是流水基础，靠一两个大哥那种，那都是靠一两个大哥，那还是，对呀，真羡慕那种大哥，在我这儿所有人在我这刷礼物都是有目的的，可没有人在我这儿说刷礼物都是没有目的的，这种就是主播的类型就不一样。我倒觉得挺适合带货主播的，挺适合带货的。那大哥都是屁，有的都是假大哥，也有那种假的大哥，被发现了，结果发现是什么会计，太搞笑了。还是吃百家饭最好，没有那么多那什么，我不想理你，啊，你连个火箭都不刷，我干嘛理你啊？我就是这么真实，你刷火箭你就是爷，啊，你什么屁都不刷，我当你是空气，是不是？万恶的资本家就是这样。我都惊了，飞机给你录个吐牙膏的，我都惊了。你这什么屁话都能说出来？我给你刷个飞机，你给我录那个视频，好像谁不缺一个飞机一样，好像谁缺那一个飞机一样。我看是真的没人了。我看是真的没什么人呀，无头主播我都干不过。对呀，主播就是要礼物的，不要礼物那什么主播呀？是不是？主播就是要礼物的，你让主播不说话，在那一直做。搓耳朵的，那你想饿死主播？火箭可以安排吗？火箭都不给你安排，好像是我缺你那一个火箭一样。我给你刷一个火箭，你给我录一个吐牙膏、吐奶的视频。嗯，好像缺你那500一样。牙膏就是模仿那个，我说直一点，就是模仿那个口完以后含着那个儿子那种画面，那种是开这种玩笑，开这种玩笑，你不要在姨妈期间惹我，我现在是姨妈的头一天。火箭有东西，但是我不会单独给你录，知道吗？我不会单独给你录，你想清楚。单独录制起码一个超火，对吧？主播他会给你单独啊录制是吧？你这种东西就相当于买断的，你买断的。一般这种睡衣什么都是可以商用的，就主播自个儿商用的，有主播肖像权的。这种东西很贵的，定制什么都很贵的。你也有你买走了主播肖像权，买走了主播这个商用的价值，是不是？2000说实话也挺划算的，定制一个视频。就好比现在接一个广告商单。对吧？你是个 UP 主，你要录个视频，商家让你把他的产品放在你视频里头，那起码也得好几千吧，好几千到几万。你这那的，
都比那个便宜。你又不刷，我给你介绍有屁用啊！你又不想刷，我给你介绍，再怎么介绍你都不会刷的。你这样白嫖，你可以送一个办卡体验体验，送一张办卡体验一下，都不让你送飞机，都不让你送火箭，一张办卡就可以了，一张办卡都可以了。除非他下播，也没人上末班机啊！体验体验，我那粉丝牌都要冲到2000了，2000粉丝牌，现在粉丝牌有1800多个，我都惊了！我操，我上2场直播才900个人，最低的时候只有600个人。这活动我下次再也不搞。这活动体验活动下次再不搞，我都吐了。一堆人问我这怎么减，那怎么减，都有还有人说是不会用网盘，真的是乡下人，我天，比我还乡下人。我家我现在就住到乡下，我都知道怎么用网盘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气死我了。开播不久是没有，我之前在开播以前是1000多不到的。谢谢送的办卡，在办卡联系彩票，我就想，起码有1000多个人问我这个怎么用啊？怎么解压密码又不对，这那不对。他有人把解压密码当提取码输进去，这憨不憨呐？天呐，憨死了！怎么会有这种憨货？我让他下另外下个其他软件，这那不会的，我让他删除后缀，他不会，一堆问题，我都等1000多个人问你，同时问你这个问题那问题，我都惊了，我都骗我为了骗那几百几千个粉丝牌，我真的不容易。没有，以前飞机呢是直接 QQ 给他传过去，现在是网盘，马上就有一堆人不知道网盘怎么用。如果他是港澳台同胞，不在大陆，我可以说方便，哎，我给你这那这那传一下。你这大陆人，你是大陆本地人，你还不会用，我都震惊的，我18辈祖宗。谢谢办卡的联系彩票罗志祥，联系彩票罗志祥，给我气的呀！我都没见过这类的，我这是憨，太憨了，我肚子疼，我真的气得我痛经，痛得我是菊花一紧，怎么会有这种呢？谢谢办卡领取体验联系彩票罗志祥。我的妈！这什么人？这是谁？COBE，哎，这不是这谁？我的天，怎么会有人送我超火的？这是，等一下。让我缓一缓，谢谢老板的超级火箭！我的妈呀，COBE，你怎么会送我火超火的？我操，没看错，是超火！送了我超火，还超火！牛逼！这不在房间。谢谢老板的超火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老板好，谢谢老板的超火，老板，为什么突然送我超火？为什么突然送超火？
为什么突然送炒火，送铜锣巾？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不是，待会儿这以前在我直播间刷过，刷过好多，这刷过好多，在这刷了5000块钱了。老板，你这都刷了好几千块钱吗？突然就看到了，妈呀，太感谢了！太感谢老板了，我在微信上表达了我一番感谢，真挚的感谢，谢谢谢谢。老板在上海吗？老板在上海吗？可惜见不到你，恰饭饭，见不到我吃饭饭。老板真好，由于 CEO 毕业，永远是我的神。也是我弟神，没白辛苦，我辛苦啥呀？我上个小时吧都没打过，都没打过无头猪，我给我气的。还有一些高等级的人在我直播间逗我，要送不送的，给我逗的。我以为他们要送呢，结果我就没来得及充值，他说又不送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这气的，早知道我去自己给自己充了。谢谢小。谢谢了，太感谢了。待会儿我这小目标还差多少啊？我这小目标应该还差很多，应该还差个几十架飞机。不，待会儿你这不用，你这个可以留到下个小时吧。你要是还撑得住的话。送完就跑真吃惊，这是35连胜。我弟好大哥，你们要是不会的，你们再办两张办卡，包你会解压，从下载到解压一步到位。你们再不会再办一张卡，我受不了了！你再问你就再办卡。谢谢老板，爱你！谢谢我 CEO 毕业爱的超火。哎呦！你到单位了，6点带队坐车去考试，有的是这样哦。哦，有偿客服，对，真的有偿客服，陈昭有偿客服。给我气的，真有事儿。哦，那没事儿，你下次直说就行，你下次直说。催眠一下你吗？睡不着。等我缓缓，我有点累，我这肌肉有点累。说实话，你们就不想知道520那天我去干嘛了吗？不，你们肯定不想知道。你们不想知道，我就跟你们说一下。我打了瘦脸针，这算我第一次整容。我打了瘦脸针，但是好像没什么效果。再打了个肉毒杆菌，
打了治两颗药剂，所以我现在说话就酸酸的、胀胀的。这一块的，妈呀！我下次再也不去漫展了。去漫展前我说医生，我这还有补救机会吗？说就医生说，啊，你这打两针吧，打两针啊，打了，结果就我就现在就是这个这样的酸酸的。那我打个瘦脸针应该没事吧？所以520那天没播，520521播了，欢迎老师进我直播间，感觉没什么效果。你们说我真整，我其实没什么整，我其实联系好了医院，但是我现在来不及整了，来不及大整了。谢谢老师开个圈，谢谢。所以从发型上面改变了一下，少打有副作用。我班长他说打国产的，他说国产的是猪身上提取的，这猪身上提取的什么什么东西，肉毒杆菌嘛，肉毒素。我说啊，猪身上提取的，算了，打个进口的吧，进口的是人身上提取的。没有，就打了针，打了这个咬肌瘦脸针，现在酸酸胀胀的。老师，你原来在直播间？不是，我一想到我上次参加活动，说实话，上次参加活动，对面做了个整容脸，我都 hold 不住，我就觉得自己就后悔，就应该去整一整。人整的都成那样了，我天，他的好多，对吧？他的活动好多，我就是屁也没有。我说我是不是也应该也去大整一下？这也还好，我现在还年轻。对，医生也说我年轻，说如果你想割双眼皮什么，你过几年等。他说："等我过几年，等25岁时候，等眼皮松了再去拉双眼皮儿。"他还建议我去打玻尿酸，没钱，还说我发际线太往下了，要往上剃一剃。我说我本来想去整牙的，医生说我下巴后缩，下巴颏是你骨性的，就是下巴天生的畸形，就建议我去做个假体。没去，没钱，屁了！我是美颜，因为我想到我可能要去线下活动，如果不去线下活动的话，我就不打针了。为什么520那天我没有播？因为整容医院他妈520那天有活动，因为520那天医院整容医院有活动，所以没播。你妈说我是不是陪大哥去了？我好冤呐！我说520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吧，那天我就不割韭菜了吧。谢谢肉就哭的办卡，谢谢。办卡的体验体验啊，允许我们体验，联系我们伞兵和罗志祥体验，联系他体验啊，太真实了。啊，对呀，他说医院说了，哎。我们520有活动，你来嘛？什么520你就付520，520块有什么什么，还有1314有什么什么活动？你来，我给你打几折几折。本来几千块钱的针嘛，打个几折下来就几百这样子，这样，所以就没播。倒真不是陪大哥什么的，还真是打针去了。反正我想去整容，他医生就是说了句没得整。然后我又回来了，就拔了颗智齿，我现在就是智齿拔了，就没得整，要整也可以整，就等我有钱了再说，等我老了再说，再说就是等你年纪大了以后，就下巴颏，下巴松了，他说我下巴太紧了。这个皮太紧了，等我脸就是脸上胶原蛋白特别好，这根本不用打什么玻尿酸，就是有点圆，你打个咬肌就行了。所以我又从医院回来了。
年轻真好。所以就是说，他建议是我25岁以后去干嘛干嘛的，做保养，25岁之前就别瞎折腾了，胶原蛋白挺好的。都联系一下，伞兵啊！我是想要你们人呢，人呢？这么大字儿呢，办卡联系他呀！不听我吹牛了，联系他，联系他。哎，就是从什么聊到这儿，就从主播类型，你就长得又没人家好看，人家能线下那是因为人长得好看，要么长得好看，要么整得好看。我是一是没准，二是没什么东西，也不行，所以说只能做这种飞机主播类型。我要长得好看，有大哥什么的，啊，我也早去颜值区那边钓凯子去了。结果就现在就这个样子，然后整又不能没法整，确实是。我听我接着吹。送完卡联系选民后，我是想给你发啊，一张卡体验，一张办卡体验，身材也就那样吧。20岁小姑娘身材基本都这样，再靠美颜一美，美颜一美，就这样。我上个小时榜连无头主播都没打过，我给我气得万那什么，现在又来个超火，又开心了，又开心了，又开心了。然后颜值区，你没听大王说吗？颜值区那边起码1万个人开直播，就我这20几万流水，不，就我这20几万热度，去那边排名得70、70、80页以后，知道吗？身材不能美颜，脸可以美颜。就有些什么女孩子身材好了怎么样？她是把头缩小了，可以把头缩小，可以美头。这身材比例就好看了。我丑吗？我丑吗？那我走，那我走，那我走。我是不是6点可以下播了？我今天又吃饱了，吃饱了吗？没吃饱，吃饱了吗？没吃饱。这实在骗不了了，这。这6架飞机死骗活骗骗不出来了，现在都基本上没什么人了。小狮的伯伦，piano，你都60级了，醒了叫你，老师有什么事儿吗？老师有什么事儿吗？谢谢老师的彩虹车车，谢谢老师的彩虹车车，谢谢老师的车。现在就剩5个飞机了，就剩一个火箭呢。谢谢老师3个车车，谢谢。我一会儿我晚上早点开播，把那个三星任务给完成。完成三星任务正好流水过1万，嘻嘻。4.5个飞机，有事儿啊？哦，好嘞，好嘞，老师，好好。好的，老师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老师车车，谢谢老师车车。我是穿的华伦天奴，看，看，就是有点土这个鞋，还好。谢谢老师优雅视频，谢谢老师，我都听你的话，我留了这个刘海，把刘海留上去，就是刘海有点尴尬齐了，然后等它长点，我再去染个黄头发。谢谢老师树敌，谢谢。
我都不留齐刘海了，我都留齐刘海。你这有点硬，这电脑可真可以。哇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舒迪，谢谢老师，老师真好，谢谢老师，老师真好。呀，还有三个飞机，谢谢老师帮我完成了一大半，good good good。谢谢老师帮我完成一大半的三星任务，还差一丢丢，还剩三个飞机都完成了，开心。我流水过一万我就开心，差一点点过一万。还有这个戒指，还有这个戒指，就这个戒指，这个戒指，这个戒指。这是有点那个，但这真的纯银，好像是有点像克罗心他们家那样的。我女孩子戴这个好像好看一点，这个首饰还有这个手镯是，我都开始都是照老师你说的方向发展。行了，我再骗三个飞就可以下播了。如果实在没有。我就给我自个儿下了。我记得我上次熬到10点还没有完成一星任务，最后还是单王给我完成的。哇，那个时候贼惨，那个时候贼惨。小时榜第一了，那肯定。城乡结合部，笑死我了。我当时就在想，那什么，到底城乡结合部是你是不是城乡结合部人？这说一搜，你看搜就搜的特好玩儿。看看这城乡结合部这杀马特的气息，给我整乐了，那笑死我了。城乡结合部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土洋结合表面时尚国民足球文化，打扮都显得土里土气的贬义词，笑死我了。奶型鼻子，你这弹幕给我气的，真让我有子宫肌瘤，给我气出来了，笑死笑死，才让酒，哎呀妈，这个勒的太明显了，你这给我勒的。那下次再有人不会用网盘，我就嘲讽他妈的，就是城乡结合部。我天，我下播了，拜拜。自己给自己逗乐了。还有的要体验没？还有的活人没？我估计都没有活人都睡着了。今天得有，我今天看了一下，今天有1000多个人给我办卡，因为我今天收到了1000多个，就说明有1000多个人给我送了礼物，
一千三。一来就下播，你要赶紧让我下播吧，不然我他妈太魔性了，这主播都疯了，主播都疯了，你看看，下了哈，下了哈，晚上我三个飞机就完成我的任务，我催眠催一晚上啦，我的病都给你催出来了。命都给你催出来了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他就是在逗我，他就是在逗我，逗的我，他妈气的我。子宫肌瘤都给我气出来了。妈呀，下了，拜拜。下了，我今天吃饱了，吃的饱饱的。谢谢我大哥最后一个超火，吃的饱饱的。谢谢我带黄的五六百张办卡。都吃饱了，圆满了，这周周棒。